这边是新来的同事叫 Eve， 那记得不要欺负他哦。拜托，我当学长哎，照顾他都来不及了。我叫 Alan， Nice to meet you。啊，哥。Hi， 我叫 Smile。好、啊，那大家以后就和睦相处喽。嗯，好。对啊，是很漂亮。好歹我也都待个十年了，也不叫我成学长，一点 feedback 都没有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学长，我们公司不是才三年吗？三年吗？没错。对啦对啦，她是很漂亮啊。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，也是整个被她迷住。还记得那一次，你在走廊上遇到她，她的衣服看不到一丝皱褶，甚至连灰尘都没有，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女神。可是，她拿起卫生纸的那一刹那，天哪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没事吧？学长，我可以说句话吗？我其实也知道这位女生，她叫 Eve， 跟我是同期的。当初看到她，就好像恋爱一样。那天。我在走廊上不小心被他撞到，他的文件散落一地。对不起，我帮你捡。抱歉。当我在捡文件的时候，突然我发现了有一股味道，那是一股老化的味道。什么？该不会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吧？不行了。对不起。靠，是长辈来哦。今天又不是28号。妈，混了。这件事其实没有这么严重，他只是需要我们帮忙而已啊。我可以坐这边吗？嗨，你可以叫我 Smile。我知道。干嘛这么害羞？最近还好吗？也可以跟我分享啊。但是，你真的要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会帮你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们今天会议就开到这了哦。No problem， 交给我。辛苦你们了。OK。那早点回去休息。好，先走。OK， 拜拜，明天见。Eve， 你找我？你整个人都看起来不一样了。因为你改变了我啊。走，我们边走边聊。